我真的对了，我抓到社尾的加好友，大家 ，I 直播中有说到，只要抓到社尾加好友。天哪！等一下，不要再皮卡丘，我一定不会出这一题。超级裂空座，8月27号。好啦，哦哟，我第一只社尾耶，因为我还没有开图。我还没有开图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我第一只。我有第二只设为铁炮鱼的话，我就会进化成章鱼，表示说这个我是第一只。请问，来有啦，请问星夜喵身上的香味是要靠什么方式维持？第一个是对战，第二个是日晒日光浴，还是吃东西？欸，第九世代御三家宝可梦星夜喵，它要靠什么？行动身上，等一下，很快，你们都知道哦，好，我把半数关掉了，所以答案出来了。星夜喵身上会有散发出香味，所以它平常呢要维持这个香味，就是要晒太阳，就跟猫猫狗狗喜欢晒太阳嘛。所以它只要晒太阳之后就可以维持它的香味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去闻星夜喵，有哈？有没有闻到星夜喵身上有味道？哎，对耶，很香哎！哎，哪来的星夜喵？哎，好，就你懂了，你懂了啊，就这样了。就是星夜喵要维持身上的香气是需要晒日光浴，安尼 understandable， 安尼知影不？来，大家现在打开你的宝可梦图鉴。拉到下方会有一个化龙点睛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陨石啊？这个陨石是这个颜色，紫色的，就不是我这个绿色，我待会图要改。所以说那个陨石已经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他今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化龙点睛只有一个，那个陨石就不是我右边那个绿色，是这个颜色哦，已经公布了，所以是紫色，这个石头紫色的，在8月27号要完成限时调查任务，记得是限时，晚上6点前一定要解完。你要解完之后，你要学习到化龙点睛。化龙点睛，因为只有学习到化龙点睛的裂空座，才能进化超级进化超级裂空座。为什么？他说的，上面有一排字。叫做让他学会化龙点睛后就可以超级进化，而且他超级进化要400个能量，目前在超级进化要400个能量，我想一下好像没有耶、好兴奋啦、我的肾上腺素正在上升，而且我的汗毛直竖，裂空座终于要来了。但是有一些资料你必须要知道的哦，在 GoFace 活动，它会在8月4号初次登场在日本的 Osaka， 所以在现场活动呢，8月4号、5号、6号、分别在日本的大阪还有在英国的伦敦都会出现。另外在美国的地方呢，8月18、19、20也会有超级裂空座出现的踪迹，而且在全球活动2627只有一天会出现哦，所以还跟大家一样，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买2627的全球 GoFast 的活动，而且裂空座只出现一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裂空座只出来一天哦，这次裂空座将会学习到新的飞行属性的招式化龙点睛，但是这个化龙点睛呢是需要获得特殊道具陨石，只要拥有一个陨石，我就可以将一个裂空座进化成拥有化龙点睛的特殊招式哦，而且我们还需要超级能量就会进化超级裂空座。你学了该要拥有多少个能量才能进化成超级裂空座吗？三百、
四百到底是几百呢？另外在一星团体战我们可以遇见小碎钻哦，所以说没有，我们在一星团体战可以抓到，再次抓到小碎钻，你要几个小碎钻就有多少个小碎钻啊。在一星团体战还会出现有机会遇见色尾的石英皇冠皮卡丘、孔雀石皇冠皮卡丘、黄铁矿皇冠皮卡丘以及蓝宝石皇冠的皮卡丘。在三星团体战就是大家都没有遇见过的牛仔帽卡比兽，而且还有机会遇见色尾的牛仔帽卡比兽哦，大家。而且这是原始回归带，盖欧卡跟古拉多又来了，在八月的活动，而且也有机会遇到色尾的盖欧卡跟色尾的古拉多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然后当然是主角超级裂空座就会出现在超级团体战咯，大家八月份是2023年 very exciting 的一个月份，你是不是准备要去大阪，或者是英国伦敦，又或者是美国东岸的纽约呢？无论如何，只要我们有购买四百四的GoFace 门票，底加，你买了吗？四百四除了有地安西，还有右边这么多的宝可梦，好不好？另外呢？我相信这个今天还有礼盒哦，哇、哦！大家超级裂空座降临哦，我们只有8月27号全球活动才遇得到哦，现场活动每一天都遇得到，只要你在日本大阪、英国伦敦、美国纽约，只要在 GoFace 活动都遇得到。如果你和 I 都是参加2627的全球的入场券这一张。我们只有在27号才遇得到哦。27号你买了吗？440不贵，你吃一餐吃两餐就已经500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这个真是为了裂空座吗？不，为了宝可梦，我们要拯救超级裂空座。他又不是暗影的，不管，我就是要拯救他，让他变成超级裂空座，好不好？那个色尾的很像黑化呢，我觉得那个色尾的很像黑化，我想要来只黑化裂空座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黑色都是黑化？就是黑色的就有点帅啊，所以那天我要进化成色尾裂哦，四百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四百在你的裂空座的图鉴打开，超级能量四百，拥有四百超级能量的宝可梦没有几只，原始回归固拉多，原始回归盖欧卡，但是这个是超级进化，超级进化竟然要400，所以它的等级就跟原始回归的固拉多盖欧卡一样，所以我们昨天就已经预测到了它是400超级能量了。 Oh my god， 只要让它学会化龙点睛，他就会超级进化。也就是要怎么让他学习到化龙点睛呢？我们一定要他的那个陨石，所以陨石在当天我们一定要拿到。你一定要问，你拿到陨石了没？你拿到陨石了没？什么？你还没有？如果你今天不拿陨石的话，你是没办法进化成超级裂空座了，就算你有超级能量也不行哦。所以我们要特殊道具陨石，你们看到右边的图，我要陨石哦。在之前二月裂空座，今年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学会了广域破坏，所以我们还要学会这一个 GoFace 的新招式——飞行属性的化龙点睛。所以好不好？8月27哦，我们等着瞧，好不好？看谁抓的裂空座多，看谁抓到爱。IV100 的，看谁抓到色尾的，又或者是你是色尾 IV100 的训练家呢？
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看 RAYouTube。